我今天起床的非常早，然后是准备洗脸刷牙。然后我家种的这一棵葡萄树，刚才去大街上碰到一个朋友，他送给了我一个冬瓜菜，我今天就用它做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，农村大锅菜，当然还差好多的食材，一会儿我会去买，比如说五花肉、粉条之类的，一会儿咱们户外做。今天正好是对上我们这个乡镇的一个集市，然后我去买点五花肉，一会儿再去买点别的蔬菜，还有粉条、馒头之类的，咱就回家做那个农村的大锅菜。走。啊，我们是，我们是专门的。这多少斤了？五块钱四斤，十块钱十斤。什么？不上来。到了。嗯，到了。做那个肉，做什么了？红烧酱汁是吗？红烧酱汁啊，应该多少钱吧？我一斤的，合格量、检查量。嗯。五十来天，他说天天的颗粒，后来说这个人他有什么颗粒？啊，没。叫个大人多呗。啊。意思在家头呢，不看了。走，拿了你那走，到量给你少量。啊，来，好嘞。天气就特别的闷热，今天中午我们就来做这个农村的大锅菜。没苹果了，装了水干啊，对。这第一次户外，东西有点少，然后还缺两个盆子。再起锅少油，嗯，好，把肉要比较煸炒一下，把这个肥肉把它一个油煸出来。走。
咱出点去。肉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把这个切好冬瓜放里面。然后搁点盐，再一会儿添点水，直接炖它半个小时就行。然后粉条放里边，对。放这不是大锅吗？今天没有买着豆腐，按道理说这里边放点油炸过的豆腐，味道是非常好。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好的美食。放点绿色的豆角，然后点缀一下，就是出锅的时候比较好看。一会儿快熟的时候，再放点自己炸的那个丸子。再来它十分钟。快出锅了以后，把这个自己有炸的丸子，然后放里边。一会儿出锅的时候，撒上香菜和葱花，还有蒜末。这配着蒜儿都呛一点，嗯，是不赖，嗯，但是不能剁剁，嗯。香菜，现在已经就是做好了。这是我们农村的大锅菜，一般的时候只有有结婚的人才能吃到这种大锅菜。最简单的食材，做出最好的美食。有没有人记得我这个勺子？有没有人记得？然后下次就用这个勺子来做。我多要点肉。你多吃肉吧，这是这样。不错不错，真香。你不吃肉？我不吃啊。这就是农村的特色大锅菜，就这个大锅菜，然后再配上一瓶啤酒，那真是绝配。他这吊酸里边，吃死吧。然后这个汤汁泡馒头也非常好吃。